健康的生活，幸福的人生，我们憧憬健康幸福的未来。为了疾病的预防，健康的促进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， KTR 凭借着专业的检测认证实力，不断提升其医疗、生物、保健产业的竞争力。韩国化学融合试验研究院 KTR 自1969年成立以来， KTR 作为国际公认的检测认证机构，业务范围覆盖各个产业领域，并致力于国内外企业的检测评估及进出口业务。 KTR 在果川总部、龙仁、仁川、蔚山、和顺、釜山、大邱分别设立了检验中心，并在全国主要城市成立了办事处，在中国、德国、巴西、越南设立了分院，搭建了当地网络系统，为企业海外出口保驾护航。 KTR 自2015年建立果川总部以来，通过结构改革成为独立型专业研究所，并新下设了医疗生物保健研究所。医疗生物保健研究所可提供医疗器械、生物、保健、美容产业领域的检测评估及认证服务。自2002年金普安全性评估本部及动物实验室设立以来， KTR 经环境部、食品医药品安全处、农村振兴厅指定的 GRP 机构，现已成为韩国极具代表性的 GRP 机构。自2013年 KTR 和顺医疗保健本部竣工以来，与全南大学医院、绿十字、全南生物医药研究中心等机构展开合作，可提供从研究开发、非临床、动物替代试验到临床的一站式服务。 KTR 和顺医疗保健本部由两栋检测楼和三栋动物研究楼组成。医疗保健本部可受理环境毒性、哺乳动物毒性、毒理、遗传毒性等试验，也可提供医药品、食品、化妆品、化学物质、农药、生活用品、医疗器械的安全有效性检测评估服务。医疗保健本部于2016年获得 ALUC 认可，为成为可信赖的国际化检测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与此同时， KTR 也提供海外认证及全球性化学物质注册服务。 KTR 医疗保健本部作为生物医药产业的中心，不断引领着天然材料的有效性评估、功能性食品的高附加值化以及医疗保健材料产业的全球化，为地区经济的振兴竭诚尽瘁。以往都是利用动物来进行毒理及安全性检测，然而国际上出于实验动物的福利及伦理性考虑，以化妆品开端，正逐步限制动物试验的开展。 KTR 基于韩国、欧盟等各个国家的相关法规、 REACH 及 FTA 动物福利合作规定，创建了韩国首个动物替代检验中心。为了预测、评估化妆品、化学产品等对人体的危害程度，KTR 利用细胞、微生物、植物、卵等开展动物替代试验，同时也是韩国公认认证机构中唯一一家可通过动物替代试验、非临床及皮肤临床等测试，从 R&D 材料开发阶段到产品生产、海外出口，提供化妆品产业生态系统全程支持与服务的机构。动物替代检验中心在政府的支持下，从2013年项目启动到2016年正式开始运营。 KTR 动物替代检验中心位于和顺生物医药产业园区，占地13467平方米，拥有30个实验室，凭借其专家力量和尖端设备，提供最专业、最可靠的检测认证服务。动物替代检验中心分为分析检测区、洁净区、动物替代试验区、有效性试验区、调剂区、斑马鱼试验区以及皮肤临床区。
是韩国首个获得利用牛角膜进行眼刺激替代试验的 GLP 认证机构，也是韩国可受理皮肤刺激、皮肤致敏性、光毒性、皮肤吸收等动物替代试验种类最多的公认认证机构。在果川及和顺分别设立了皮肤科学临床中心，搭建了可同时完成对化妆品的安全有效性及功能性评估的基础平台。 KTR 作为企业产品开发及拓展海外市场的坚实后盾，为企业的蓬勃发展而奋斗。 KTR 在帮助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同时，引领着整个医疗生物保健产业的发展。KTR 医疗生物保健研究所是人类走向安全和谐道路的开拓者，带领我们迈向健康幸福的人生。